你的好漂亮呀！我真的需要减肥了。6 months go, it's hard to say. We've been traveling and traveling. We shared everything, but now it's only 1 week without you. Oh, and I'm living in the past. Oh, it's only 1 week without you, and I feel like a sad cat, just like a sad cat.
好臭，我绝望了，随便吧，饭还是得吃。哼 ，whatever。真的需要减肥了，最近非常非常明显的肥皂。是的，今天又是跟天天同学相约的一天，而且今天是天天同学的生日。但是我在哪儿？哦，我刚只注意这个书店了，因为这个太老，所以没看清楚。我们来这间店叫什么？这个念 Sapphire 吧，不可思议的咖啡。我们在院子吃还是楼上吃？应该是楼上。我在这点。乖呀，你的眼睛好漂亮呀，宝贝。Posted, pop madame。最近胖的厉害，所以我感觉我应该吃稍微清淡一点。Thank you.这个潦草的拉花，不过那个就是
牛奶以外的奶都不太好拉花，但他们太忙了，就两个人也是蛮辛苦的。我现在想上高中那会儿，我感觉好像就在眼前一样，因为我高三过得特别快乐。想当年我还体育委员呢，真的，我跑。我是语文课代表，我也是语文课代表，我初中语文课代表，我初中高中都是。那我高中不行，因为我高中我当体育委员了，天津老二，然后我们班四乘一百米永远第一，哇塞。因为鉴于我不喜欢 birthday cake， 就这个就当 birthday cake 好了。但我这个就是巨大的两片面包，上面两个非常小的鸡蛋。它这光线真的蛮好的，这张。History culture room， 我们上楼看一下。好，楼上有 log。好喜欢它这种老窗子。哦，这里有那个黑胶哎。是吗？我准备换一个唱机，我现在用的那个唱片机确实是有点刮唱片，刮得我好看的。对，我太肉疼了。Harry Potter. So many. So many. 我要看看有没有就比较老的那个封皮。就我特别喜欢那个最初那一版美版的那个封皮。真好，专业书籍。刚刚那个小猫咪是应该住在这一层三楼的，有水和猫粮。就是这层是这一块是小猫咪的地方，那猫窝。那多么人性化的店 ，I like here。哎，这是个 vintage， 但是木有开门。好酷呀！对啊，但为什么不开呢？礼拜二这么好的天气，老板可能出去玩去了吧？啊，好多。我也这样天气好。好多玻璃杯，我喜欢玻璃杯。对啊，你看看这里面也很好看。那就喝一杯吧。因为我看到它的牛奶也是，哦，那个用的是 Oatly。嗨。Wait, do you want to hold them?哎，它这个你看黄，整个是个黄色的走道，对啊。我们坐这儿吧，这桌子还蛮大的。店的阳光就很好，就是橱窗这块儿。我真的很喜欢米多尔的盆栽。
买的是一个韩国的牌子叫 D Pound， 啊，不是前一阵上新了吗？等了有半个来月了吧。应该是买了三个杯子，一个玻璃高杯，这个大小还挺不错的，就是做饮料的话。这个好沉。这是一个敞口的杯子，这个是有三款，我选的是字儿比较少的花体手写的这种。它是咖啡杯，好像也是有两款，一个是印刷体的那种字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这种手写体的。这个就是一个介于大杯和小杯之间，因为澳洲比较少有中杯的咖啡，这个就是在中间。盘子是这样，然后还有一个纸胶带，像这种各种各样不同形状的商标和标签的感觉，就比如说平时用的罐子呀或者本子上面有需要的话可以记一记，但就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，我就只不过是爱买这种东西。买了一件秋冬款的睡衣，60%的人造纤维和40%的棉。我在 W Concept 上买衣服最大的那个感触就是几乎所有的衣服上面都印着干洗，我就觉得很神奇，我说 T 恤衫都要干洗的话那日子还怎么过。是一模一样的三件衬衫，三个色的，一个是这种奶油色，带那么一点点鹅黄的那种调调，然后这就是黑的，因为我很少有黑色的衬衫和 T 恤，所以就买了一件黑色的，然后还有一件白的，材质这么摸着还行，网站上面看着还有点硬，我挺怕它很硬的，衬衣太硬撅着不好看。最后是一个环保袋，是一个没有很大不大不小的尺寸，然后颜色没有很白，就是这种有一点点脏兮兮的感觉，还蛮好看的。这件格子睡衣没有很宽松的感觉吧，就还行，花纹还挺好看的。裤腿太短，感觉有点二。其实不是很喜欢这种袖口刚好落在手腕上的，尤其睡衣，我觉得袖口应该是在虎口这块，但是依然这样了。这个衬衫大小是可以的，就我喜欢的这种落肩袖，然后下摆也算是宽，但没有过宽，也没有过长。我平时基本上应该会是这么穿的，袋子就这样，黑的这件。然后包就是垮垮的松松的，白色那件衬衫我就不试，就形状一样颜色白点而已，就这样。
出这里安北极我的可能举多目人接
Perfect sense.